韩韩国的是吗？我看两杆 T 哦，两杆 T 韩国的、啊。身上穿的这个色系是很特别的色系，就是对啊，很夏天的哦，就是亮亮的。我这个其实是有点小小的，写英文字，然后配绿色，你会看到它就觉得超夏天的，感觉夏天就是要穿这种，很舒服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做不修边的设计，这款 S M L 都可以穿的，因为它也是落肩的，而且我们基本上啊，只要出那种 T 恤啊，都卖很好，就这种宽 T 类，大家都开始喜欢穿这种很舒适的、很舒适的面料。然后它背面有点造型的，背面是做这样交叉的，可是它不会到很露，但是其实跟我们有一款很像，其实这个是坐在上面，然后下面是做这样子，两边都有做开叉设计，所以大家穿这个一定要穿裤子哦，因为它是开叉的哦，其实可以做很多线的，然后平常夏天就穿一个休闲鞋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它蛮长露的，它是就有点像休闲羊的感觉。然后只是里面加个小短裤，然后领口正常穿也好看，正常穿斜肩、衣服都可以，就是很轻松穿搭。然后它的面料是韩国的棉质料，所以质感蛮好。它有点像那种，它是有点纹路的棉料，有点像竹节棉那种，但是比竹节棉就是质感再扎实一点，比较稍微比较有过渡一点。可是夏天的竹节棉，对，可是夏天穿也是很凉感的。就是很特别的一个面料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颜色其实就很特别，就是我们欧美边啊健康肤色的人会喜欢穿的色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也不用太担心说肤色暗的话穿好不好看，因为穿起来就是还蛮亮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英文字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就打红色哦。那我现在要换白色边，我再打大家。好，刚有人介绍吗？好，看一下哦，它就是长版的，长版的。那我要换色咯，其实这颜色很那个哎，我觉得还蛮淘气的，夏天穿很适合。好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很舒适、宽松的，然后面料舒服的。好，我的耳环哦，对，丫丫，我的耳环官网有哦，官网好像还有吧？有哦，还有可以买哦。好，那这个我上穿这个就要的赶快打红哦，我要换白色给你们看哦。粉色，看一下的英文字配色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韩国 T 最厉害就是它的玩色配色，就是英文字它配的都很漂亮。然后这是白色配色的，这样。这白色的，哎，我觉得穿这真的超舒服的。我觉得夏天就是要穿这样简单，然后它是这样子有点圆弧下去的下摆，所以穿起来呢，它就是比较有垂坠感，你知道吗？不会觉得说。还蛮有腰，就这样穿，没有其他，它就是显现那个线条蛮好看的。云婷，云婷是大物啊，云婷有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你 是要拼这个云婷？哎、欸，然后它的领口很漂亮哎、欸，就是它不会太高领，然后近看一下，它就是有点竹节棉厚的，有没有？很就质量很好，领口高度刚好，然后落肩也很刚，你好烦哦，你干嘛都。曝光精品，然后这个是袖子，哎，买一件穿看，我觉得这个好看。我们家的大 T 啊，基本上都快被扫光光了，有些还下礼拜新品，准备抢。真的，有喜欢这个赶快拿，这个就穿个小短裤就很好看。我有满满现货，满满的现货。好，来，这是长版的哦，就是穿长版的，所以它设计了一个小开叉，很漂亮。哎，廖师很舒服哎。平常很爱在外面走跳的人，真的可以穿。背心下礼拜好不好？下礼拜啊，下今天人不够多，对啊。就下礼拜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身上的，来赶快交哦。这个很特别的，就打红色哦，就有点西瓜粉，然后跟我身上的白色，两个色，那边我看一下。北京下礼拜，那我们自己做的下礼拜好不好？下来，因为那有两件特价，两件，我想要给你们两件特价，对啊。来编号2020，白色跟西瓜红，白色跟西瓜红哦，有喜欢赶快加。